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是2020年3月31日，这是今天上传的第二个海外奇谈节目，来谈谈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呢。其中呢，包括大连有3支医疗队啊，前往武汉抢救危重病人呢。那么现在呢，整个湖北省，特别武汉的形势，防疫形势啊。应当讲啊，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啊，这一点特别值得鼓舞啊。那么，根据网络的报道，我的家乡哈，辽宁省大连市，那么这一次呢，一共派了3批这个医务人员呢，前往这武汉呢，经过50多天的这个连续奋战，现在是取得了成功了。那么，这个第三批和第二批啊，529名队员。现在已经要撤离武汉了，所以很多的当地老百姓啊，在3月31日哈，这个闻讯赶来啊，给他们道别啊。这是照片啊，这场面是很感动人的，特别是这张照片啊，给大家看一看，这大连的女孩是非常漂亮的，很有意思啊，穿着这粉红色的衣服，人们把它称为什么呢？最美逆行者，逆行啊！按照人的这个本性来讲呢，趋利避害，危险的时候都撤退了。这个时候能够冲在前线帮助这些危重的病人啊，确实是了不起啊！首先，我对这一点感到很敬佩啊。这个看到这些消息啊，图文并茂，作为一个家乡人啊，那心情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。那么也看到什么呢？看到网络的。这个另一条消息啊，它是讲到什么呢？湖北荆门呢，也搞了一次欢送浙江援助队的这样一个群众自发的活动哈，历时46天呢。说是这个荆门这个治疗的小队啊，这个支援队啊，在那边也是立下了一个汗马的功劳了。所以在给他们送行的时候，当地政府呢，不仅给了他们这个旅游金卡。钱物还给了纪念品，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，就是实实在在的，别光讲空话。每个人都需要生活，称他们是最美逆行者、荆门好人等等这些标语口号啊，条幅挂在那个地方，人们都看到之后心里特别温暖啊，这是应该的，应该有荣誉称号。那么旅游的金卡什么意思呢？我估计可能就是那些当地的这个酒店啊。或者些风景区啊，这个已经和他们签署了一个协议啊，就是这些前去支援的医务人员呢，以后如果来到这个城市，住宿旅游可能是免费，这一点非常好啊。不知道免多长时间，是免一次，这个还是免一年呢，还是免10年，不清楚哈。那么钱物、钱和东西，钱发了多少，能不能兑现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了。根据网络的消息讲到，说是这个2月12号到28号，这个荆门这一个援助队啊，那么一共是抢救了57个危重的病人呢，治愈率是49%。这个数字如果不造假的话，了不起哈，确实令人鼓舞啊。那么这些类似全国各地啊，这个情况都非常多哈。我们知道这一次这武汉本地啊。湖北省本地有6万个这个医务人员投入这一次的阻击战，那么全国各地呢，这个4.2万人，这个从全国各地涌来啊，那可见真是倾国家之力了。那么这些人是应该讲是有功之臣呐、啊，也就是说呢，各地啊，千万不要把好话讲一箩筐，最后是像那个白眼狼一样啊，看人走了之后啊，就不再兑现了。这一点很值得这个提示哈。我们知道前不久从网上看到一条消息，讲到什么呢？陕西省安康中心医院有一些领导干部就是脸皮厚啊，明明没参加这个防疫工作，没有到第一线去，也没有参加这些支援湖北医疗队啊，根本都不是成员，但是呢，却把自己的名单悄悄地塞进了什么呢？这个补助这个名单里边。也就是说呢，搭车哈、啊，
这个赚取好处啊。国家的优惠政策啊，给他们的奖励应该是针对那些踏踏实实的啊，这个救死扶伤的第一线的医务人员、白衣天使，那些后方那些领导干部根本没有这个条件拿补助啊。具体我不太清楚啊，一天补助多少钱？本人认为呢，凡是参加这些医疗队的，都应当什么呢？一视同仁，每一个人呢最少都应该奖励啊100万啊。其中这100万应当是这个受惠的这个地区啊拿钱，比如说你到武汉去支援，武汉财政拿钱；如果到这个湖北其他城市啊，荆门，那你就荆门拿钱，那么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商量的。那么钱从哪里来？当地搞那个反腐败，监察委、纪委抓人，抓那些贪官污吏，没收的钱都是上千万，抓一个就上千万，有的都上亿。那个钱拿出来分给这些医务人员，我认为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儿，大得人心啊。如果说财政没有钱不要紧，把那个局级以上的官员、处级以上的抓他几个，马上就解决这个问题了，很简单的。关键是什么？这个钱一定要分配的合理，千万不要就是说像我刚才讲的这种领导干部啊，原本你是安康中心医院领导干部，你根本没有这个理由拿这个钱。那么现在看到网上另一条消息啊，讲到什么呢？是微信公众号叫丁香园披露，说是什么呢？说现在这一次啊，参加这一次这个防疫工作这些全国各地来这些人呢、到目前为止啊，说是至少有55%的人根本没拿到奖励呀、甚至还有个数字说是80%还没收到。那或许这个奖励是汇款是在办理当中啊，也说不定啊。但是最好是什么呢？你在欢送他们走的时候，一个人你就给一个卡，卡上就存他100万，实实在在的。然后你再给人家一些好处，金卡呀、旅游金卡、是住宿金卡等等。那么你迎接那个城市，也要给100万。你像比如说大连，说是这个医疗队一共是3批啊，这个一共是在奋斗奋战了这个50天啊。这个根据网络的消息啊，那么这些人，我认为你每一个人，你这个得到治疗这个城市啊，这个武汉，你就应当这个给他们奖励，一个人奖励100万。你回到大连以后，大连市人民政府财政，你再一个人给100万，这样200万也不多。他们可以买房子，可以给小孩儿，这个搞搞这个，就一些福利哈、这个多多的奖励哈、这些医务人员呢，我认为啊，这个再多都不为过呀，这钱是应该花的啊，人是冒着生命危险到第一线去啊，这一点有点类似于像这个当年哈、这抗美援朝战争啊，领导一声令下啊，这个。一些这个年轻人就雄赳赳气昂跨过鸭绿江，包括我老爸哈，这一点我都感到还是比较的这个自豪啊。那时候有个口号叫"保家卫国"啊，非常可惜啊，回来之后在最初那一两年载誉而归哈、还给个头衔叫最可爱的人，就像现在是最美逆行者一样。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啊，慢慢的共产党就翻脸了，根本就不认了。我老爸到了晚年。这个50多岁过世啊，患有这个疾病啊，这个但是没有好的药品呢，是公费的，也就是说呢，只能报销一部分，好的药根本报销不了，所以说也是等死啊。所以说中共就是这样啊，利用你的时候，在某一个阶段用某一种口号鼓舞人心，让你热血沸腾，奔赴前线，甚至献出自年轻的生命。如果说你侥幸幸运活下来，那么一段时间内啊，好像还照顾照顾，时间一久就把你忘了。中共就是白眼狼啊！你看这些医务人员现在在这个场面当中，你看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热烈啊。但是这种热度啊，不会保持太久，因为这种政治体制就是这样了。它不是一个法治社会，是个人治社会啊，全看领导人的一句话。那么等再过一段时间。这个中共这些决策层的领导人换了之后，形势发生变化了，疫情没有了，武汉也苏醒了，人民也解放了，慢慢的又变成什么歌舞升平，人们特别健忘，就忘了这些痛苦，也忘了这些白衣天使在他们危难的时候啊，能够
奋不顾身抢救他们是这故事啊。所以说，眼下我认为啊，什么都不要讲，实实在在的，武汉市不要总发感谢信，不要总去这个讲空话，更不要什么过河拆桥、翻脸不认人了，而是应该什么呢？拿出实实在在真金白银啊，奖励这些白衣天使哈，这对于他们来讲才是最好、最大的一个、最好的这个表彰，也是对那些啊就被抢救过来啊、死里逃生的人们的一种安抚哈。那对那死去的那些英灵哈、那些悲惨的命运的人呢，也是一个抚慰呀。所以本人呢看到这些新闻之后啊，一方面就为这些就是白衣天使哈、感到就高兴哈、感到敬佩啊；另一方面为他们感到愤愤不平啊。那最后我再展示一下这位我们大连的哈、这个支援湖北医疗队的这小姑娘啊，说不定她的父母或者她的亲人呐、这个朋友、同事就是我的好朋友啊，我的这个过去认识的人呐、所以看了以后特别特别高兴啊。这些年轻人这么小啊，就能这么勇敢呢、这个来到这个武汉啊，做出贡献，真是看了以后心里特别特别高兴。最后借这个节目对家乡人啊，对这些这个年轻人呐、孩子们啊，就表达我的一种心情啊，谢谢你们啊，全世界的人民都感谢你们。那么今天呢，海外奇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，谢谢，再见。